女神卡卡大阵仗抵达台湾，来看看她这个高规格的行程。她这一次入住的呢是信义计划区新落成的五星级大饭店，她包下了29楼跟30楼这两层，而其中呢总统套房一个晚上要价36万，而主办单位呢也派出了6辆100万的双 B 车来护驾。而另外呢在吃的部分，卡卡也是非常的讲究，她自己带上了厨师，一天要吃4餐，严格控制热量，这样子高规格的行程呢更让人见识到卡卡的巨星架势。